左边的工作，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，我要过去了。好。老鹰，不要吃太多啊，老鹰。虽然胃还没盖完。老鹰又胖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来啦！我们现在报数吗？怎么你都铁装？来。好，哎，开始了吗？等我。哦，是小雨。我撒个孤粉，我就过去了。哎，泱泱变架空了。你还在用蜜蜂是不是？对啊，哎，宝可梦中心呢？对啊，宝可梦中心变成架空了。架空。宝可梦中心。来，我来了。我觉得这个也很像宝可梦中心啊。哈哈，驱寒吗？多一个。这，你是不是跑去偷学建筑啊？我来了，没有啊。对面的吧，学对面的，对面的那个。没有，好像跟对面有点像哎。没有，不是，这是我私下玩的时候盖的东西啦。哦，还是对面的学你的。哦。好了，进来进来。我家前面这边我用玄关。嘿。然后这边有个洗手盆，进来记得洗手哎。现在那个疫情。尿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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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相信。尿尿尿尿。隔三分钟洗一洗。脚要洗洗了。好了，给你这个了。然后这里是我房间，哇，太爽了！太爽！然后这里可以全部四面三面都是那个玻璃，这样子采光特别好。其实是哈基喜欢在睡觉的时候给大家看这样。没有，哈基有跟你讲，你会起来，你都看到有人趴在你窗户前面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我觉得还好，我不喜欢睡觉，就是太密闭。我觉得就是，你就睡起来，然后看到就这样，就有人就看到有一个人盯着你看，这样就哎，早安哦。而且你会发现今天一个人，明天两个人，后天三个人，大后天一群人这样看着你睡觉。然后这里是通往云月家，对，每天都经过这里。云月家，我直接走进来，直接下去。二楼这边的话，内部还没装潢。嗯 ，OK， 到时候原本是要弄附魔室的，不过楼下好像已经弄了。嗯，哦，对，接下来这边可能应该会改成酿造区。嗯，然后外面这个也可以过来一边坐坐，看对面的透气，看对面洗澡。哎，这个你坐对面洗澡啊？你可以看对面睡觉啊，你看对面的床在那边。哇，那原来你们都是这样子的呀？这是聚集台了啦，好可怕啊！末日生存。然后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，算是谷仓吗？这边到时候应该会放一些。这个应该叫阁楼。阁楼。对，阁楼。还有。这里会放会升怪哦。擦阁楼。帮你擦一下火把啦。先暂时擦了，先擦擦。不要谢我们了。擦擦擦擦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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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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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擦火把。楼上要缺。会升怪，真的不会。楼上要缺氧了。可惜呢。哎，要缺氧了，你可以玩缺氧。要缺氧了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多？这样子，你怎么那么多木材呢？木材都是要洗那个附魔啊，可以用那个啊，沙轮，沙轮直接洗啊。好，这是下一个，我也要直接冲完音乐家哎。啊，那我送你东西。好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要摆一下，我要摆一下。这个看起来很高级啊。没有，这里还要放四个这个祭坛。然后这样啊，可以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再来，这个，好，没有了。哦，摆的好像很漂亮一样呢。一直变。哇，然后两个大头换成金币，赞哦，金箱满的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那不然下一个就样就在这了。啊，其实我盖一半而已耶。没有，可以讲之后你要。基本我想。想盖两层楼啦，然后上面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阳台这样子，然后下面这边我想弄一个小花园，然后可以放一些椅子或者可以随意讲凉亭那样的感觉。哎，怪来了，大致上是这样啊。上面种花，所以之后用种花电信嘛啊。哦，所以这是基地台哦，这是基地台。哇，这家我以为是录游戏的，游戏。就这样啊，就是还没装潢，简单的。哎，你这个凉亭还不错哎，你坐在这边，你会发现那个很多怪吗？很多怪，有人在看你哦。
哎、欸，那里面到时候观赏怪物，旁边是泡水吧？旁边这里你要种花嘛？那种花这边可不可以放几个几张椅子啊？然后放个那个秋千之类的。我会放啊，我会放之后、嗯、在下面。这感觉就蛮适合这样子这边养老哦。养老，那你可以顺便放墓碑哦。没有，你不会觉得底下那个梁柱非常的脆弱吗？没有，大家应该都会补墙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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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哎、欸，可以躲在泱泱的泱泱的下面哎、欸，不是泱泱的下面啦、啊，他下面可以关老鹰，好多只哦，真的，哎，超多只的，可以，有现成的了，大家的全部都过来了，什么现成？不要盖墓碑啦，有了，哎、欸，快拍一只，拆一只，拆一只，拆一只，那边还有一只，你们打，你们打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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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了，下一位。哎、欸，老鹰，你知道你下一个目标了吧？看要不要先把这边都看完啊？好，小雨，对啊，小雨先。问到哦，好，小心不要掉下去，小心哦。嘿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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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安老鹰，老鹰还想飞啊？我要拿石头。来几下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来，往这边走。先跟他讲哦，这边过来就是地狱门，好，这边。啊，这个我没有装出来嘛。啊，这边再往下走会连到那个音乐家，大家有空可以。OK。对对对，啊，我家在这里，我家就是一个诶，家徒四壁，东西九套。哇，石头哎，超级石头。哇，哇，还有啊，这个可以假做哎。对啊，下面这个箱子有那个原矿，要经验自己拿去挖。好，哪一呀哪一呀？下面那一个箱子，下面的箱子。哎、欸，你在玩 Underground 哦？你看这里呀、啊，没有，这个就是种蜜蜂的方法。对，繁星说可以弄蜜蜂，所以我还在弄，还没长出来。好、oh, oh, ，把蜜蜂关在身上。对。啊，我对这个目前最有贡献就是这个，有没有？这个枯宫神怪。哦，对，这个真的很棒。一直直直走就会看到路了，好不好？嗯、一直直直走，不用转弯。直直走，好路哦。嗯，所以就只有一条路就会到了。我是看路了。哎、欸、小雨剩一颗心、欸，哎，要不要帮你啊？不要，不用。他自己你的心好直走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可以帮你啦，真的。好远哦。你可以满血复活。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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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一直跑一直跳就好了，可以。你看要不要改那个啊？我整地整过，放一堆木门，这还蛮远哦。嗯、你可以放一堆木门啊？还是地板？对 对, 對，地板门，地板门。哦，地板门会更快。你们走这么快啊？你要边走边跳，我看你是用走的。啊，东西都可以直接拿哈。啊，那个小利奥的弓啊，骨粉是在我身上的啦，嘿，骨头。对啊，反正要的话那边打一打就会有了，很快。啊哦，看一下，你不要连灰，你不要连灰。难道你是新一代的琳达小天后吗？被发现了，只好灭一口了。哎、欸，那我要锁链，我要锁链胸。对，这边有那个经验值，经验值。好，好，差不多就这样。走，好，我们要先爬上去。下面一位，对，我们要先走。可以直接去那个音乐家。哦，音乐家也可以啊，对对对对，看音乐家好了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音乐家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。等下跑到一半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横向的路往右边转。哦，好，有一个比较粗的路，粗吗？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对，对对对对，这家。这里是从这里，哎，这里这里这里，从这里上去是我的、啊。没有人吗？来来，这里这里。哦，好、哎，来，这是音乐家。音乐，请带路，是要给个路牌、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我们地下矿坑。我可以看路吗？这边地下矿坑，然后走上来是。中间这里有一个，先是算是休息区，可以整理一下东西的地方。啊、隐约是蚂蚁吧？等一下，真的很像蚂蚁耶。然后这条路走上去就是地狱门。哦、还有一个地狱门就是没有同一个，同一个，小雨的，小雨的，同一个，同一个。好，我们上去喽。哎、欸，我天哪，你家是迷宮啊？就没有，就蚂蚁的洞、啊，蚂蚁的洞，蚂蚁的洞。
我现在的床在这里，之后会找个地方把它放起来。OK，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房间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哈基家的楼下，是我的仓库跟附魔台。OK， 然后旁边这里呢是自动熔炉，简单的可以烧一些石头什么的。好，我总觉得有点开一下箱，大头来翻箱。走过来，这里有条岔路，我们就来这边。好，好，这边是个农田。哦，哦，哇！然后开关在这边，可以开起来，然后有人就被冲下来了。啊、老鹰又在那边偷吃，老鹰在干嘛？老鹰又来了啦！我一个都没吸到了我身上是满的。好，然后这个位置呢，刚好是在泱泱家的底下。哦哦，位置是泱泱家底下，所以这个土挖开就是到泱泱的那个了。对，哇爆 ！OK， 来我们下一个地方，唔贪哦，来走下一个地方，然后继续往这边走，这边是之后会养动物的地方。嗯、哦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就是团团家的底下。嘿，哎呀，很会选哦，真的很会哦，懂选懂选。然后往回走，这边是我原本的路口，在这里，这是原本的路口，这是单独路口，就是从外面走的。哦，出来了，哦，对，出来了。然后这条路继续往另外一边走过去，之后会挖到杰克家跟那个酱油家。好，还没规划要那边要做什么。OK。哎，我家要小心哎，不小心就灌水了。哎呀，今天的入口让大家知道是，都走到这了，就看杰克家吧。哦，然后我不好意思，我大老鹰还留着，大老鹰还留着。大老鹰，大老鹰没有，他是镇守这里。在讲什么？镇守护神啊，门神。哎，所以我是要摆这样子吗？嗯。超人坏了。哇，你看我在杰克大老鹰上面耶！哇哇哈！从大老鹰上摔下来了，阿基声音低下，跟小雨一样啊，跟我一样，他有数到三，一起推对方，好呀，一二三，斧头拿出来，你吗？还有武器，完了，被你们之间的信任了。等下，小雨要爬比较久，等他一下。没事，我来了。我楼梯名就爬很快哦，你家超远的，哪有超远的？我来了，你来了。然后一开始这边有一个楼梯，嘿，选那个什么意象，因为你们叫我盖在一个丘陵上，哎，不知道先盖个楼梯上，那个入口引导，对，然后门口啊，里面的装饰都还没有装饰啊，啊，之后要干嘛？之后要做什么啊？目前吗？我还真不知道干嘛，我听我干了什么，不知道干嘛。哎，我觉得你家这样会招贼耶，我随便翻都能翻进来。玻璃还没用啊，玻璃还没用。哦，你家楼梯很容易摔下来。这楼梯设计不良啊。二楼，嗯，然后这边可以看风景，但是也没什么风景好看的。好啦，其实杰克，你不知道用途是什么，你敢把这边盖成那个大老鹰神社好了，还蛮适合。蛮像的啊！你进来的地方改成红色的柱子啊！前面改，你来改一个鸟居啊！对啊，鸟居啊，这边直接放一个鸟居在这里就好了。种羊毛啊，现在也还没有。有在种啊，这里放一个在养羊啊。你还可以放那个啊，那个球祈福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钟有没有？丢个球钟，然后还有一个要洗手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你说小鸡吗？可以哦，好像可以。对啊，弄个发射器有没有？里面弄个大鸡、小鸡什么的，每个人去。每天上来测一下运势。我今天运势不好就不播了，这样。测到大胸，算了，今天不玩了。出去没有好事，出去没有好事。棺材，感觉会鼻息炸死。来换酱油的，导游的对啊，导游的在这，导游的在最旁边，在后面啊。而且我还不知道怎么把我家牵过去。哦，看到了，你可以从神社旁边。哦，这里水中屋。哦，你的灯笼用好多灯笼哦。对啊，酱油是很喜欢那个灯笼。没有，要对称。
为什么我走过来捡到莫囊啊？为什么？我家是不能吃尸体，我跟你讲，我进到房间这里，有时候都会捡到莫囊。哇，这么爽！尸体！天哪，你家想游泳就下去耶！我跟你讲，他会直接生在这里，然后就哇哇塞，还是可以直接游下去。真的哎、欸，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房间跳床，就那个是小黑炭有没有？对，然后这边就是工作室，好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工作室，欸、这下面有藏个箱子哎、欸，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没有藏啊，因为那时候箱子太小放不下，然后上面那时候盖。哦我少盖一格，所以箱子放了打不开。你也杀太多，哇！你也杀太多羊了吧？然后就挖地板，就我后面现在把它加高了，我懒得把它拿上来了。不是钻石什么都藏在底下、啊。没有啊，你可以看我的箱子放不下，还很乱。我的天哪！哇，可可豆也太多了吧？超多可可豆嘞。对啊，然后我这边是小农田，好，结束。哦，我在想啊，就你家盖这里对不对？我很有压力啊。为什么？旁边的东西，旁边一个很大的一间，压力超哎，真的有压力，完全看不到太阳哟。对啊，完全被挡。一走出来，天哪、啊，我要去朝拜了。加油！你开始盖的时候觉得风水还不错，然后那旁边突然就都市改建了。对啊，就是那一种。那个什么建商来那个盖东西你就爆了。对，一条线哈，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一条，前面是都市，后面是乡下。对，你那是度假小屋，就是参拜完大家可以去度假小屋玩。啊，这一个。我太快，差点变成你们怎么了？烤鸡哦，差点变烤鸡耶！偷东西，你又来偷吃的，老鹰又在拿东西吃了。你可以分我一点，我也要。这一块，这一块。哇，老鹰吃什么？你也要吃大老鹰？你在讲什么？你讲什么啊？痛啊！不要砍我！不要得吃啊！不开心，我要吃巧克力。好啦，那个又是巧克力。我这边，我这边的话，那个啦，基本上是分开的啦，我没有像你们都挤在一起。哦、像这没有山洞，这边这个是就进去是矿坑啦，嘿，就想装饰一下，嘿。哎、欸，好挤好挤，这装饰太好看了吧？然后这里这边这个是我盖的第一栋小屋啦，我想说之后应该会再盖一个真正的家啦，因为这边看起来比较像养鸡场这样。你看看下面，养鸡场。下面有鸡。下面有鸡啊！你看，我还要蹲下走进来哦。故意的，对对对，故意的。我觉得这样头好酸哦，好瞎子啊！没有啊，就是我是突然想到的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间想到，来出去！哎，我觉得有点辛苦哎。然后呢，这边进来就是屋子，进去啊，这边你们其实就来过啦，你们这边乱抢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就小屋啊，这边这个是我今天盖的，还没盖完啦。啊，这边这个我是打算就是当个大仓库啦，就里面全部都放箱子，然后你要多大的仓库啊？就是全部都箱子，然后可能一个类别就一个或两，那一个雷劈下来什么都没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玩了很多生存，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让我就是真的有被劈到的。哎、欸、啊！如果真的让我劈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让我这样子劈到的话，哎、欸，就运气也就值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有画面可以带啊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团团这个好像教堂哦。你说这一个吗？这一个其实越盖越像啦，对，但是其实它是大仓库而已啦。哎、欸，很忙哎、欸，你参拜完鸟居，现在又要来拜教堂。哎、欸，未完成品，未完成品。应该是那样吧，抽到大胸，赶快来教堂拜一下，合理合理。然后这边要收费699帮你驱邪。啊，反正我这边之后应该就是后面那一区应该都想办法，就是弄得有点那种小村落的感觉这样子。哦，哎，蔓延了哎、欸，蔓延了、欸，蔓延出来了。没有没有，他们后来他们有人说，其实他好像不会再一直长。
他说他应该也放出来，只是因为那个树长出来的关系。哦，对对，是他们是这样子讲，他们说没有去查，我们都可以观察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子，它整个外面都是。先用红石圈起来，有没有？做记号，做记号。他说：“哦，你长出来一格。”违章，超限哦，超限哦。这应该是插在这边确定，这应该算繁星了吧？我还在挖耶，没关系，我们很多人都还没弄好。看我的屋顶只盖了一半，因为我这些空间决定这个矿坑啊，决定我的家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的那个房间还在弄，底下还有玻璃耶。对啊，还在弄。像这边之后都会放草地啦，然后对养蜂应该是之后会换地方。嗯，嘿，那兔子家，因为这个原本矿坑是长这样，我只是把它挖宽一点啊。这边我之后会养牛养羊啊，啊，会把羊用就全部一起干嘛？全部带走了。他把它载走，对，会用各种颜色，就是圈在一个空间，滑到楼梯是，不能滑，滑不上来，滑不上来，半装也上不来，半装也上不来，上不来，那楼梯嘞，都上不来，都上不来，上不来啊，哇，不见天日的耶，哦，像那个啦，那个活塞，活塞往上推，对啊，嗯，啊，这边下面还有一个空间，因为这些都是你们已经挖过，里面原本就有火把的啦。嗯，嘿啊，这条路应该可以通往那个小雨家，所以应该会往小雨家那边挖。对啊，所以这边我都还没开发。你的床浮空的，厉害吧？他还没有盖那个吧，地板啊。挖到一半就突然说要那个啦，集合了。对啊，小雨家应该是往那个方向。这里就是那个。哎，小雨你家看到了，看到小雨家啦，就在旁边而已啊。好好，就这边通到你家。大家都住很近，大家都。因为我记得这里的火把是我插的。对啊，就利用。近哦。就利用这样子。哎，这胖子。哎，胖子。摔下去啦。好多好多。对啊，大概就这样。到时候可以直接过去。嗯。哎、欸，那时候这边到时候我可以再把它铺过来就好了。对啊，因为兔子嘛，就是要挖地穴啊，就这样想。嗯哦。然后又想到点点，他说他喜欢，他是喜欢就是在什么海参馆，然后头靠着玻璃这样子，就刚好旁边有、哦、旁边有水，就这样子，嗯，这样设计。原来如此。哎、欸，这个一不小心破了就完了。你想干嘛？谁会淹进来？谁会淹进来？看得到上面呢，对吧？这边很棒啊！只会到这里而已，好猛哦！原来他防车漏，他防车漏。对对，我防车漏，我防车漏。四年中淹死啊，家还在。很有笑，还不错哎，那还不错。那要不要来投票啊？你们觉得哪一个最好？最好看？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？好惨啊！哎，哪一个最啊？我知道，就是发一人一张纸，然后有个漏斗，然后接到箱子上面这样子。哦，谁就不知道谁投的有没有？也是可。可以写字吗？就写字啊。最想住谁家？最想住下去那个家。哦。哦。可我没有纸哎。有甘蔗啊！有甘蔗啊！旁边很多甘蔗啊。对吧？他自己家里面也有甘蔗啊，是啊，不行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去拿一下，插一根，好了，我也要去拿，被采光光了啦，他自己你家甘蔗借我，这是第一名吗？还是那怎么命？命名铁要用铁针啊，铁针对不对？我没铁针，没铁针怎么办？从头来，他音乐家有啊，音乐家有吧？可以做了，我可以做了。那去音乐家吗？哎，我家有铁针。哦，你家哦，都在地下。好，我们去地下。请问你们家有甘蔗吗？想顺便称个纸。有啦有啦，三个甘蔗，三个纸啊。这里有纸。小家的底下，小家的底下。开始考试，刚刚怎么走？对，全忘光。你走过头了？有走过头了？走过头了吗？哪里走过头了？哪里啊？要去小雨家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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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有几个往下走了呢？这里，然后小雨这边有了。领头羊，然后铁针马上爆掉。请问，请问可以称个纸吗？我刚不是给你了吗？
没有啊，被我吸到了，被我吸到了。老鹰。哦，感谢感谢，老鹰。哎、欸，给你给你给你。还有还有还有，我是不是跟紫梅远？排队哦，排队排队。嗯，好了，我放好了，我好了。等一下你们怎么过去的、啊？哈哈哈！刚刚没有在抽单哦，哦，抓到了，因为我刚差点小编人啊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聊天室，小编人，哦，小编人，加加加，啊，我刚想说你们不是在右手边，为什么是往左边走？啊，盖一个投票所有没有？用旗子，嗯。但是有材料可以做吧？算我不会做。他投哪？他是怎样用复制的、哦？来来来来来，这边投票手来弄哈。呵。啊，我一次。啊，要放哪？等一下啊，漏斗啊。还在弄。漏斗。好。一下，箱子都不能开哦。那、啊、怎么放啊？丢的，丢进去啊！丢的，丢进去啊！直接丢漏斗就好啦。嗯，丢。你干嘛上去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没有，其实按右键然后丢进去也可以、啊。右键点开它放进去、啊。对啊。嗯。哎、欸，真的耶。对耶。你们先放完吧。很有障碍。我没投哎、嗯。好了啊、哦，请带身份证、印章、啊、到柜台。投给谁啊？得到我创意哦！我已经讲出了自己的答案啦！我已经投完了，选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没有没有，我已经投完了，我投完了，我已经投完了，还没剩一个，还剩一个，还剩我哦。对啊，你是自肥？没有，我很想自肥啦，不好意思，我很想自肥啦。然后等一下就会看到大老鹰神社。好，大老鹰神社，大老鹰神社。聊天室说要投波波的是在闹吗？好啦，好，投好了。来来，我先讲一下哈，等一下我们开票的结果呢，我们等一下第一名的。就是我们下一集前半小时都只能去他家玩，然后哇，他家稍微装潢一下，然后原屋主不能去动他。哇塞！早知道投大老鹰了。我不要，投大老鹰已经投进去了哈。那再来，如果有平票的状况呢？就平票的那一些都可以去，大家都可以去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来准备开奖了，我来唱票啊。嗯啊，第一个大老鹰觉得团团的房子不错，团团一票，不是啊。第二个哈记一票，嗯哦。第三个啊，大家的都很有特色不排名的废票，废票，有丢纸，怎么有纸啊？有一张纸在里面，谁废票？第五个。影院一票，影院一票，六个团团一票，团团一票，团团一定啦，教堂一票，杰克一票，哈哈哈哈，教堂不是我的吧？哎，教堂团团团的吧？团团团团又加一票，完了，没有，蜜蜂加小雨一票，小雨是团团的，看是团团了，团团团团加团团再加一票。耶、yeah! ye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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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团团，团团居然有四票哎、欸！哇哦！团团动算动算，动算！哇、oh, 哦、yeah! ！天哪！下一个就完喽！耶！可以喽！我该庆幸，我该庆幸我的那个小鸡家很小吗？那可能有点早、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团团有三间房子，那我们是三间都可以玩吗？哎、欸，对。哦耶！哇哦！哦，今天也差不多到时间啦。啊、oh. 这边耶！哎、yeah. 欸，我们来，
我们哎、欸、对，刚好时间刚好哎、欸，这个嘟嘟好，嘟嘟好哎、欸，好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下礼拜可以玩喽，拜拜。我在吃东西，抱歉。好啦，今天开台到这边啦。我每天七点都会在 FB 直播，今天就直播到这边啦，不是急了吗？感谢今天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在吃东西，拜拜。好，等一下继续列龙。哇，我那时候想说。哎呦，可以接到那个小雨家，没想到真的就这么近哎、欸！因为那时候就是看到有火把，想说应该是有通的吧，因为他们都是这样子玩。这边走这里 ，OK， 好啦，我们就是到这边关掉吧。啊，这个设计是那个啦，就想说他们有挖那么开了，我就想说再挖宽一点。然后就是，把里面就是布置的，就是很多其实国外玩家生存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他们会找一个很大很大，真的很大很大的洞，然后就是挖，就把道路挖宽一点，挖通一点，然后就是在里面摆床啊，那个设施啊，有的没的这种东西，所以其实这样的生存我比较喜欢啊，比起盖家的话，嘿。好啦，那等一下就是猎龙，如果有兴趣愿意留下来的就帮我挂台，那如果要去休息要睡觉的代表大家晚安咯。我还在想这个草地怎么办，这要铺草吗？好啦，先蔓延过来好了，之后再多打算。没有，而且那时候是点点他真的，那时候就是说他小时候喜欢住海参馆，然后在里面就躺着睡觉。我想说哈，这样不会很有压力哦。我是没躺过啦，因为想说就想有机会的时候去试试看。那这样躺着看头上，然后就雨这样游过去的感觉，我是有点害怕啦。好啦，那先这样子，因为隔壁在等我刷大小金。那就这样子咯，如果真的愿意留下来的就帮我挂台吧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对啊，感觉玩生存跟大家一起玩生存真的也比较多人来看，比起玩那个玩过啊歼灭那些，这个我想私下应该私下也不会玩啊，私下也没空玩。好啦，回去猎龙。哎呀，开完了！我来啦，还没开完啊。哦，五张四号，35分。哎、欸，还在刷大小金哦。有。刷珠子，顺便看有没有大小而已。哦哦。好，可以来了。鱼安安，哎、欸，刚安过了。好，刚刚完全两小时没办法看聊天室，因为太好笑了。好开心哦，好多人看哦，突然觉得有点信心，可是只能等每个礼拜一了。看一下有谁留言哦。我刚以为我真的可以就是完全不死，偷偷摸摸的去生存，又过了一天，结果一直有观众去提醒。问啊，观众一直都是很机车的，我们不能影响到我们游玩啊！啊，突然团团就说：“繁星，你过来一下。”想看，不对，出问题了，我就马上去柴火堆了。繁星，这个普通。我在想说，咳咳啊，我挖矿挖的好好的，突然被叫了，我想说，啊，不对劲。不然我想说，我就喝蜂蜜慢慢回血。啊，我晚点去研究怎么盖风箱。我知道拿剪刀，可是不是说要那个吗？等到多少之后再用风箱那个剪刀剪会比较好。
我晚点再去研究，因为做蜂箱是一定会有蜜蜂出来嘛。我来了，你看有没有力战四套可以刷的？我有啊，可是我记得是两轮一次力竭吧。我也是两轮，所以我在刷那种。哦，赖的官方那个要去哪设定啊？刚刚入没的。我看看有谁有来没打到招呼的。刚刚有打招呼没问到安的，在聊天室再打一次。如果走的话就让他走吧。或者是挂台了，单个分页。杰尼物，大家一起挂台，对，挂起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所以是要顺便帮你刷大金乌章四套了。对啊。好，我有没有对你很好？我记得我都有留给你呢。算了。对啦，这个我是留给你的，不然那时候差点删掉这个任务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出发。普通货色，是要刷还是要打？刷跟打我都行啊，看你们要不要打而已。那是说打他有点累，不会累啊，我帮你们吹啊。四个人就不累了，三个人有点累。我干，早讲嘛，因为三个人要打八万多的血啊。不，来喽，不用耐仗了，耐仗换掉，我帮你们吹。好，好吹。贝蒂安安，紫珊安安，我第一次比较长时间看台，平时都来一下子而已。哦，有啦，我对你 ID 有印象，你有打锅子啊？我都会看。啊，会不会回应就是要看当下有没有空回。跟承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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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查，看到这个你会吓一跳哦！我要用票，吓一跳，我的超新体力不见了。找到了，吓我一跳，居然找到了。我先去尿尿，从刚刚八点半憋到现在，不敢去尿尿，怕错过好笑的东西。哇，五个奖励的呢。